当年27岁到日本，在日本的时候发觉他们的文化几乎是我们这个唐朝的时候有带过去，因为水墨同源，水墨同源那个日本的达摩祖师，包括那个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啊，所以禅论跟我们那个中国禅是一致的。那它的画法、原料、矿物彩、胶彩画，跟我们那个寺庙、跟我的宣纸的表现方式是一致的，所以我把它融会贯通。达摩祖师在日本是福神，那我画的达摩祖师啊，七转八起，屹立不摇，是圆融的感觉，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把它融会贯通在水墨画里面，而且受到家家户的欢迎。这个骨质里面是传统的，我们要素描基础啊，骨质里面也有那个寺庙宫殿的那个画法，比例各方面一定要正确，位置要很精准的把它表现出来。但是很多平面的画啊，没有立体层次，立体层次就是西洋那边我们学的隐析论中把它表现出来，有光影，有胡子那些会飞啊，无带当风，那个飘带里面我们画的那个宝剑配英雄，那宝剑的重量要够啊，各方面的表现，那有风的感觉，所以隐析论中是最好的一个表现方法，我的自己的作品是这样来发挥的。所以隐析论中是我们艺术家追求的一个目标。我的画在日本、欧美、日韩，包括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我都展过啊，两岸、上海、北京，尤其在日本有政府为我盖一个美术馆，陆陆续续我吸收到他们各方面的画派之，所以我要带一些年轻一辈各领域的艺术家到法国去，连两次在那里参展得奖，让大家得奖啊，并不是只有我个人而已。所以这感觉嘛，人生嘛，艺术家就要这样，不要相互批评，要相互包容啊！我的画好不好，我已经尽心尽力，唯一天之所限了、只有尽力而已。我认为这个寺庙彩绘也是我们文化的重要的课题。文化部把我们两兄弟许财胜，我弟弟，同样在寺庙里面把它发挥，尤其那个门神这些的人物画嘛，以及我的儿子这个电脑动画，以及家人的鼓励，我画好每每都经过他们，好像在评审一样，认为哪个肩膀太高，哪个地方太低，比较客观，所以这个画出来感觉就不一样。寺庙彩绘是我的发祥地。为什么呢？我一开始寺庙彩绘，从匠这个学徒开始，到匠师，再到国外去啊，在学国画，三个大老师在教导我们，还有我弟弟的从旁协助啊，所以我的水墨画跟别人有点不一样。虽然画的好不好在其次，重点是有我自己的风格。他设计的主题叫比歌梦舞，比歌梦舞逍遥游嘛，艺术家的那个比较放松，可以把自己的观念表现在宣纸上面。比歌梦舞呢，是比会唱歌，梦会跳舞的感觉，就是无拘无束啊，无边无际，但是有收敛的时候，你要大胆下笔，小心收拾，尤其落款。我的字不是很美，但是我的布局起来，它的落款那个行气整个兜起来就好看。所以比歌梦舞啊，这个在到世界去都蛮受人家欢迎的。那你一笔一画画得像楷书一样，
这个我们就比较拘谨，所以画家最怕尺寸的东西。之所以比歌莫舞就是非常逍遥自在，表现你自己的功力，自己的所学啊，这是收敛自己修心，然后你的画作自然会收敛啊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取这个主题也是我觉得以前老师啊，李奇茂教授是我的恩师，他取的亲传比歌莫舞，好好的努力唱着歌，画着画，不要太拘束。比歌莫舞之外，你必须还要有收敛的整体的布局知白守黑，哪个地方要留白，你必须要守住墨的这一块画到最高境界就是笔法最少最好，尽量不要染色，颜色墨分五个颜色，要表现功力的话就是艺术家的笔墨，颜色是在太甜美比较讨喜，但是装饰性过高，那个叫工艺。所以水墨各方面必须也要看西洋画家、油画家的展览，很多油画家不看水墨画家，不看书法，那是不好，绝对错误的。我希望这个年轻人要新传，要把这个世世代代传下去。尤其这一次我在海外各方面都展过了，尤其感谢县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感谢文化局，感谢社会大众来支持我，来鼓励我。我以为我很优秀，结果大家给我鼓掌，是人家优秀，给我们机会，是感恩。在这个书画领域里面，我要感谢各位，大家，我的笔杆子才可以拿了出来，献给大家，然后把年轻世代也传承。一代接一代，一棒接一棒，尤其新竹县市是文化科技文化城，把文化富而不贵不行，我们要富而有贵，不当有钱人，要当值钱的人。当你值钱以后，任何人都会透过你，你就是人脉，你就是管道。艺术界不是说都是每一个都挨饿受苦受难，很多人你学艺术，你学文学，准没饭吃，那是错的。现在的人比较有文化艺术，不管你包多少润笔费，艺术家都是很感动的。这次感谢我们新竹县县政府给我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当要珍惜，也可以画册印出来，也可以流传年轻世代。尤其现在我们的课纲不太一样，我画那个隋唐宋元明清的典故，有李白，有苏东坡，里面一查，电脑一查，就知道什么年代有什么人，这也是很好的正面教育，文化书香社会，我们的目标就达到，不会愧对政府对我们的这个展出的机会，要包容，要谦卑，要努力，诚实，一以贯之，这个是我们这个初衷嘛，方得圆满的结果。